虽然此处荒凉破败，却有我从未感受过的烟火气。若非此生遇见了你，还不知自己险些要错过些什么。我们要在这里定居，若是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恐怕就更热闹了。对，两个男孩，两个女孩，要在这里看着他们长大成人，承欢膝下。我们的孩子应该就像林树林画那样。不错，男孩是哥哥，女孩是妹妹。这种事情哪说得好，得看缘分。既如此，不妨现在就看看缘分究竟如何，可好？想什么呢？